嘉义县政府为着鼓励民众执行大众交通工具，对今年七月一号开始办理嘉义高铁站到台南兼水公车票价新台币一块优惠活动。现在这个活动将要延续到今年的六月三十号为止。嘉义县政府今日发布新闻指出，嘉义高铁站到台南咸水的166路线公车，为嘉义高铁站出发，途经故宫南院、嘉义长庚病院以及县政府等地点，方便鹿草、义德以及咸水的居民就医、游憩和转坐高铁。官府表示，这条路线自去年推出一元银角价以来，民众反应热烈，运量有显著的成长。经过官府跟业者协调了后，优惠活动将延长到六月三十号为止。另外，官府将改善沿途候车亭、增设公车动态资讯看板等等，以提升搭车的便捷和舒适性。此外，考量民众坐车需求增加，今年新增加潮港大厦、鹿草燕山宫、鹿草活动中心以及义丘里等等四个站点，提升服务范围。新闻，中南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